上面这个画后，这三位呢，也是很重要的人物，桑耶寺的三位重要的人物，金吉和金吉大师，然后莲花生大师，还有当时的国王赐松德赞，他也是那个金城公子的儿子。哦，这是金城公子儿子。对，这个是松南干布，也是法王，三个法王里面的一个。对，三大法王赐松德赞，赐松德赞，还有这个松南干布。 三大，我们现在变成进去一个看一下松南干布的模样，是双头，而且还有两个脑袋，一个是一个为棕头王，上面是一个。对，他们是进贡的这个，就奉钱的，你像钱在地上捐一块，他有一百，他可以拿回去。对。 啊，这里放了一千，放了一千，就是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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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